力在推动这个公共场所的这种二手烟的铺路，包括在校园无烟步道的这个推动，包括一些这个公共场所，包括一些观光的景点，那去推动这种无烟的这种环境。就是说像相当有名的垦丁的社顶这个公园的这个部分，那包括这个车城福安宫，包括我们的里那里的好茶部落，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观光景点，同时他们也是无烟的环境，那这个是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去看到我们的好山好水，同时也有好空气，那我们不会被这些这个二手烟所困扰，那这是一个也是春节可以来大家畅快的去游玩的一些